把那个切过，嗯，再给你指导。你们这个来知道这个秘密，所以我们照样，懂了吗？不懂。这改变中心路，湖边林一号，陆家，陆家写的这些东西。三五年嘛，毛泽东签字嘛。毛泽东签字不在最江山的，老是大江山。儿子做江山。毛泽东写的。啊。他答应黄金勇的，不然我黄金勇不给他钱。黄金勇多少钱给他？给他多少钱？48两黄金，欠条都有啊。啊，你要这个欠条都在黄家手上。他在说的，共产党说我们假的，我们假的有凭据，你真的把凭据拿出来？不是毛泽东说的，黄金勇说的。你要这个钱，我给你这个钱。可是一种人，你叫江山大毕了，你叫儿子接回家，你只能打江山，你不要做江山，儿子做江山，这样的说的。哦，我王俊讲的，王俊啊，所以毛泽东答应的，所以签字了。啊，现在知道。最后来站在旁边看了，所以最后来害我们的。爸爸，懂了吗？所以解放后，王俊也没镇压他，没镇压他，没坐牢也没镇压，就在家里待了3年。3年以后就自由的人。王俊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们从小就知道王俊没坐牢，张啸林枪毙，杜聿生拿带了4箱黄金，逃到香港，死在香港。你想为啥到逃到香港了？他叫鲁迅先生杀了你。对。鲁迅先生不是上海的吗？鲁迅怎么死的？就是被杜聿生打死的。鲁迅在上课，进去就一枪。哦、我老头子也在上，就在学，老师打死了，他没办法上学了。哦。嗯、日本人打上海了，他跑到被带到江苏去了。又有秦红帽的人把他接回来，接回来继续念书，又要打他。他跑掉了，开始流浪了，要饭了。所以我讲了嘛，一代是郡王，一代是乞丐，风景血雨多少年，化烂落叶飘四方。落叶要归根，死有后数据，归路无茫茫，自有后来人，懂了吗？所以我搞这个落叶归根，不叫论祖归宗，叫落叶归根。性质两样了，认祖归宗是什么？可以不承认你，乐意，我要归根啊！教练，因为你等人可以认识的，懂吗？